今天来跟大家推荐这个产品，这个呢就是不管你是没有胃口啊，或者说吃太多胃肚子不舒服，或者说你今天想要换个口味，想要做个凉拌，都非常适合的。酵素酶跟我们的酵素液，这两个呢，它吃起来的口感对我而言就是它不会很酸，很顺口。而且这个梅子非常特别，是一般我们在外面吃的酵素梅呢，都是有点薄薄，而且口感没有这么的好。那这个的话，它是味道非常浓厚的。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家厂商，他们呢是金叶生技，他们是专门做酵素的研究，已经长达28年的历史了，就是堪称专家了。那他们还有另外其他的产品，那这次我们拿到的就是草本的综合水果的部分，就是小朋友啊或是大人都可以喝，那这就是可以让我们像是平常在补充维他命 C 的那种感觉。那很特别呢，就是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汁啊，这个酵素液，它都是用整颗的水果去浸泡发酵的。因为其实水果它不止果肉有营养嘛，它就连它的皮也是非常的有营养哦。那我这边来吃给大家看这个梅子的部分。这个梅子呢，常常吃酵素其实就是帮我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嘛，就其实是可以越来越健康，甚至还可以养颜美容的部分。嗯，它味道非常浓厚，而且就是完全不会很死酸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未来你如果想要泡茶或者是做个沙拉，沙拉其实就是把梅子就是把它切小小细细碎碎，然后你把它拌在里面，其实就会非常好吃。那这个的话，酵素液的话呢，您打开买回去打开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上面有附这个小小的量杯，小小的量杯就是让你可以量到说哦 30cc， 然后再去加上水，温水或是冷水都可以。那我们这次做的呢，就是气泡水加上我们的酵素液，这是最完美的搭配。如果有家里有小朋友的话，他们一定会超级喜欢。我帮大家喝喝看，它很像小时候喝的那种芬达汽水，还是橘子汽水那种，可是它不会有那个很甜腻的糖的那种感觉，很推荐给大家哦。